主料，汤50克，发酵粉3克，黄油30克，牛奶150克，盐1克，鸡蛋1个，辅料，椰蓉50克，水果罐头，黄油30克，材料集合。主料除了黄油，统统放入面包机，面包机选择慢速和面。第一次和面结束后，放入30克黄油，再慢速和面一次。和好的面需要发酵一个小时左右，温度不能太低，面团发酵变大。黄油软化，加入糖拌匀，放入椰蓉拌匀。若很干可以加少许蛋液，发酵好的面团用手揉一揉，擀出气泡，分成两个，用擀面杖擀开，放上椰蓉馅料，撒上果肉丁，卷起来，并刀切，烤盘摸油，放上面包卷，烤箱200度25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